哇，他这个影片应该只可以有100个点阅率吧？100个点阅率，折合台币6分钱，美金6分钱，哦，纯粹也做记录啊，做这个记录。你现在吃的这一只是鸡翅膀，那吃一吃就可以这样咕咕咕咕飞起来了。真是太美味。我没有得吃，我吃这个。要不给你吃一口？不要的。我和你一起送的礼物哦，这样不好啦。那是哥哥一个人做的耶。哇！转圈圈，转圈圈。哇，不同的视角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庞大。没有。哇，又吃一只鸡腿了。你要，哦，那你看，拢无食到几嘴。来帮你倒拆开。